同样看到一件事情，我很开心，你很烦恼，哎、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两个差别？就是七十，哎，就是七十八十在里边起作用了。对，因为斜六十是一样的，我也认为那是个红色的花，你也认为是个红色的花，嗯、是不是？嗯，意识也分别。然后我说我喜欢，你说你不喜欢，是不是？哎，对对对。哎，为什么你喜欢我不喜欢？就是、我写七十八十在里边、就是，为什么你喜欢？因为生生气气的习气跟欲望在里边，对对对你概念里边你就强调。生生世世的就是第八十阿赖耶识的种子里边、嗯、对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哎、对对对习气了在里边有习气然后第七十把这个习气拿出来了、嗯、对然后第六十形成了第七六十呢就形成了决定、嗯、对对对哎六十就马上六十七十八十是同时起效的否则这个没有这个第七十这个第八十是那儿不动的动不了是第七十就是把八十里边的东西跟六十连接在一起的哎连起来的一个程序它有一个有一篇文章它是把你就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在运作哎它不是说有一个又起了一个念它不是它就是一个程序就是一个程序哎这边库房这边意识当它反应的时候这个是红色的话、嗯、OK 眼睛看见了红色耳朵听见了声音或者是什么通过六根啊就对劲了这个六根对完了意识哦这个是红把它连贯起来眼睛只能看颜色嘛耳朵只能听声然后意识把它连贯起来这是一朵红色的牡丹花这个是把你的所有的东西整合起来 OK 这个时候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七十八十七十OK 我看到了一种红色的牡丹花我不喜欢然后呢我不喜欢这个就是八十里边的种子翻出来了我不喜欢这个就是七十八十六十同时起作用说出了这一句话他这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三个识它只是一个编的一个程序一个程序里面哎程序里边它就是唰就是运作过来了它是一起运作它就不可能来单独的分析它知道吧刹那之间我们就去反应了包括这八十都是在一个程序上起作用都是一个程序尤其是对当年的佛弟子他们的想象力很不够的时候你怎么讲没办法讲你跟他们讲程序现在只有玩电脑的人他才知道程序佛弟子们没玩过电脑啥也不知道你讲程序大家知道啥叫程序所有的比喻只能拿恒河沙因为只见过恒河沙因为每天在恒河洗澡除了恒河沙啥也不知道他那个也有一些不是说那弟子们不知道是真的他没那个概念一点概念没有如果用录像解释我觉得更就是录像它就是很忠实的你有什么它就反映全部录在里边每一个身口意的所有的一切全录在里边阿赖耶你要是说把它其实我们很难理解阿赖耶识就是说阿赖耶识我们如果是怎么你看我们说比如把它认为是个录像你一定认为有一个储存的地方这个录像肯定储存在一个硬盘或者你会说硬盘在什么地方其实所有的东西没有储存这就是无法定义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它像一种识动识识是什么我又举例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把它举起来它有五斤啊假如说它很重举一个重的很重的东西我举起来这是个力量然后我放下来你说这个力量在我身体里边吧它是就是说比如我能举二十斤啊这个你们看能举二十斤这是说我这个胳膊有二十斤的力举二十斤的力但是当我把这个东西放下来的时候我胳膊放下来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力量在我胳膊里边这就是阿赖耶识的初衷当我不再举东西的时候我这个力量是消失的我举起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二十斤的力量显现出来了是吧我能举二十斤但是当我放下胳膊的时候你能看到我的胳膊里边储存着二十斤的力量吗你看不见吧不能说我这个是个硬盘我里边储存了二十斤的力量然后呢我等着举那二十斤的时候我刹那把它举起来没有它用的时候它呈现它不用的时候它消失阿赖耶识也是这样